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姐，歡迎大家收看這一節的有問必答。先跟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市況，看到上證指數臨近收市，暫時跌8點，報3316點，深證成指跌16點，報11288點，滬深300跌10點，報3465點。恆指方面，暫時報22613點，升243點。國企指數10309點，升66點。大市成交是546億。呢節嘉賓請嚟咧，郭 Sir 同我哋一起分析嘅市況，兼且接聽家庭觀眾嘅電話。郭 Sir 你好，係你好。好啊，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咧去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嘅電話，有陳小姐。係，陳小姐你好啊。係，郭 Sir 好。係。我想問啊，嗰只國美咧，我就1.35元入咗貨，咁我想問佢前景同埋可唔可以繼續持？好啊，咁啊493國美電器啊，咁啊暫時做緊1.46元，咁今日跌幅咧挨近3%噶啦，但係咧阿陳小姐咧就係1.35元買嘅，前景係點樣咧？應該點部署啊，郭 Sir？ 我諗啊，第一就睇個走勢已經知道啦，已經係強於大市噶啦，咁啊1.35元買，今日最高去到1.54元，技術上咧輕輕試緊一個月嘅高位，咁啊。如果你係揸得貨少嘅話咧，暫時就持續觀望得噶啦。因為以15倍嘅市盈率嚟講咧，老實講估值就唔算係貴噶。同埋直到而家呢分鐘咧，佢嘅走勢咧都係優於大市嘅，包括咧股價咧係走喺10天、20天同埋50天線之上，而呢三種平均移動線嘅排列咧，亦都係比較正常。咁啊，短期嚟講再進一步向上望咧，我睇就應該係呢個高位啦，大概係1.6到1.61元到啦。咁你可以暫時設定呢個上網嘅目標喺1.6或者1.61元，然後睇下有冇機會咧作進一步嘅催升啦。咁啊，早上咧就曾經見過1.5元嘅，咁啊當其時如果你要定止賺位咧，應該喺1.5元，但係而家無奈已經跌咗落嚟啦嘛。再設嘅止賺位咧就去到1.4元噶啦，咁就事實上嚟相對你買入價咧就冇乜錢賺噶啦，所以倒不如係咁啦，睇下有冇機會突破今日嘅高位，進一步向上行，試一試1.6元。咁如果係得嘅話咧，沽唔沽咧，你就自己決定啦。去到而家呢個價，如果你真係要定止賺位嘅，都唔係唔得嘅，擺1.41元或者1.42元咯。不過要睇緊少少，個零銀錢嘅股份，幾個先嘅上落係好容易見得到嘅。如果唔定止賺咧，就結埋心水就向上望得啦。不過當然知啦，揸得貨多就真係要考慮下自己持貨嘅能耐同埋能力啦嚇。好啊，咁啊，多谢晒陈小姐嘅电话。另外咧，我哋有第二个家庭观众嘅电话，有李太。李太你好，喂，李太，系我嘅，我想入咩位入好？止蚀位、止赚位喺边度？再讲个同埋嗰只1326啊，我都系冇货嘅。咩位可以入啊？唔该。好啊，逐只逐只嚟。1326之前系咩股份话？1680。1680有冇貨噶？冇貨，冇貨。咁1326有冇貨？都冇貨。好啊，咁啊，逐只逐只講啦。1680有隻澳門麗進啊，暫時做緊1.15元，今日嘅升幅挨近4%啊。咁啊，暫時冇貨，應該點部署啊，郭 Sir？ 其實啊，都未係氣候喎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就最好都係等等先。不過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咧，俾個指示位你啦，純粹短線嘅短炒嘅啫。1.3元係1個禮拜嚟嘅高位，呢個係初步嘅上網目標，大概10% 到啦，多啲啦嚇。咁啊調翻轉頭，1個禮拜嘅低位同埋1個月嘅低位係1.08元，即係話而家買落去唔對板，跌穿1.08元，輸啲幾個先就輸咗算數啦。咁啊初步嚟講咧，行翻浸上去3元，如果冇成交嘅話咧，1.28元好，1.29元好，3元好，亦都需要回吐噶啦。咁啊，揸住呢個中指入市咧，其實你承擔個風險咧，應該都唔會太大嘅嚇。好啊，咁啊，另外一隻有一隻1326天馬影視，暫時咧做緊6毫子，升幅咧係挨近2%啊，超過1%嘅啦。咁啊，李太都係冇貨嘅，應該點部署啊，郭 Sir？ 控股股東等咧就移向第三方售股，涉及咧就係全購，咁呢個係。10月份嗰個消息嚟㗎啦，直到而家呢分鐘咧都係等變，咁但係市場係俾緊一個水分去㗎啦，因為原先嚟講咧，佢都係喺幾毫子一路磨嚟磨去嘅啫，直至到早日咧曾經喺度急升上7.5毫子，
咁啊，如果你問我純粹短炒，嗱，我講明先，純粹短炒，你一定要睇緊啲啊。消息股咧，有陣時咧就好視乎咧就個消息嗰個發布嘅情況嘅。一旦有買盤追逐嘅，佢可以三級跳。調翻轉頭，當個消息淡化咗啊，沽壓出嚟嘅時間咧，佢唔係跌10%嘅，可以跌30%都仲得㗎。尤其是二線股，一個月嘅低位係5.6。你問我嘅話咧，呢個係你嘅止蝕位。唔對板跌穿5.6，你就要止蝕啦。如果買少少搭個順風車嘅話咧，第一個阻力係6.3，過得到6.3嘅，你咪望翻高少少6.8或者7.子咯。但係記得啦，上面係1.子又好，0.5子又好，下邊得3%嘅啫。跌穿5.6，你就要止蝕噶啦，一定要睇緊啲嚇。好啊，咁啊，你睇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冇啦，唔該。好啊，多謝曬你嘅電話。咁啊，另外咧，見到咧有一個嘅電郵啊，家庭觀眾咧就想入2333長城汽車啊，而家應唔應該高追啊？再上嘅阻力線喺邊啊？郭 Sir， 好尷尬喎，因為早前咧低位咧上嚟咧已經反彈嘅幅度已經唔細啊，近日咧正在處於一個反彈之後嘅技術上嘅消化之中。俾個圖大家睇睇啦，咁啊而家呢一分鐘升2毫子就升破，跌2毫子就跌破，其實冇乜意義噶。反為要留意嘅就係由一個高位大概接近11蚊樓上阻緊咧，嚟到而家呢刻咧已經唔見咗10%噶啦。咁啊頭先我提到好尷尬，因為咧一路以嚟去到呢個區間咧，即係大概係9.2毫本有防守性好強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純粹係短線嘅炒作，你想望11蚊好、12蚊好咧，唔緊要。一旦跌穿了9.2或者9.2毫半咧，就要考慮自己的持倉能力同埋能耐啦。唔足夠嘅，梗係要止蝕啦。咁你睇翻啦，技術上嘅走勢咧，已經係脱離咗逐步啊試底嘅形態啦。呢個底價6.00相對舊價睇嘅18蚊到，咁之後一送二紅股啦，就一個機會就炒翻上去11蚊左緊水平。如果低價買嘅話咧，其實累積嘅升幅咧，真係差唔多接近100%啦。所以有陣時買股份咧，買著只股份都不斷向上行咧，真係好開心噶。咁但係當喺個高台數橫行整固，佢又冇辦法突破，成交又少嘅時間咧，咁你要有個心理準備，佢萬一回落嚟，咁點算咧？跌幾多我要止蝕咧？因為你而家唔係7蚊買，唔係6蚊買嘛，你係9.幾錢接近10蚊嗰個時候買噶嘛。所以咧，嚴格嚟講咧，一定要守緊9.29或者9.2毫半嘅支持。一跌穿咗，自己足夠嘅能力嘅就冇所謂。唔夠足夠嘅能力，唔夠足夠嘅能耐嘅話咧，減磅或者止蝕，似乎係最自保之道噶啦。小心啲。好啊，另外咧都想問一下郭 Sir， 其實咧國策啊就不停咁推一啲環保啊、新能源嘅股份嘅政策啦。咁啊見到其實比亞迪應該就係最受惠嘅股份啦。咁係咪都會建議家庭觀眾買比亞迪多過長城汽車啊？我反為啱啱相反嗱，比亞迪我同意噶，好多人願意俾多啲嘅水分啊、日價去追噶啦，因為實際上橫觀全個中國咧，能夠做環保汽車即係。電動汽車而能夠有市場的認同的話咧，好似唔係好多間，比亞迪就好好嘅代表性。不過咁，省市政府如果冇政策去補貼的話咧，其實嚟講都唔係咁容易去做噶。因為直到而家呢刻咧，環保汽車咧都有一個咧係不足嘅地方，就係、是、你插滿電，你行200幾公里，但係200幾公里咧，相對喺內地嚟講咧，其實嚟講係好少好少距離嘅，嚴格嚟講只係城區嘅啫。因為你行多咗咧，突然間冇電，你行唔到咧就弊家伙啦嘛。好啦，咁啊叉電啦，又要睇下地方啦。你唔同油站喎，你泊架車埋去入油10分鐘、15分鐘揸走啦。咁啊唔係200公里嘅問題，可以行好耐好耐嘅喎。視乎你油缸有幾大啫嘛，係咪？但係電池就冇得傾噶啦，你一定要叉噶啦。加上咧就叉電嘅地方亦都唔係話多得咁緊要。咁如果能夠好似做到啊，去到個油站停低部車。個電池冇電啦，俾人攞走，再擺嗰啲新嘅插滿電嘅電池落去，咁就可以揸走咧。咁就唔同啦，寧願俾多少少服務費，你都要做呢個動作。但如果唔係話由朝到晚行完之後咧，夜晚翻到車房先再插電咧，咁你我問下你啦，喺遠啲嘅地方突然間得10%到20% 嘅電，明知行唔翻屋企噶，你開車好定唔開車好先？你唔開車嘅話咧，架車擺住喺度，你開車行到唔夠一半，架車就停電啦，冇電啦。咁你真係焗差一日，你是走得，即係其實都幾唔方便嘅。不過對一部分中意環保嘅駕車人士嚟講咧，佢就願意
俾出少少時間，目的就係希望咧能夠喺城區一路走嘅時間咧做到零污染，咁呢個都值得一讚嘅嚇。好啊，多謝郭 Sir 詳盡嘅分析啊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先同郭 Sir 做翻申報。頭先提及過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，郭 Sir 有冇持有？冇嘅。轉頭翻嚟有更加多嘅直播環節，我哋轉頭見。